那我们山东这边呢，最低气温已经干到-20度了，-19度。老花一的绣球呢冻伤了。老花说：“你不是有大棚吗？你看我有大棚，也冻伤了。”哎，老花说：“老花一冻伤了能开吗？它分品种。首先呢，我们这边呢有无尽夏，还有一些个这个叫太阳神殿。我就以这个给大家打个比方吧。你看，这个呢它相当的不耐冻，你看冻的杆子呢都发黑了，叶子呢都已经你看冻的都这样子了。如果说就是我给你们掰叶子这样去看哈，如果说呢这个冻的不会完全发黑，它明年还是一样能开。如果说这上面头都冻坏了，啊，咱们就给它剪掉呗。剪掉之后呢，或者是抹掉，抹掉之后，你看这个芽子，这个芽子或许能开，下包括下面这个芽子也或许能开。不过它开花的就会比较小。我上次给大家说完这个绣球的事以后呢，有的话说，嗯，我也剪了，我年年都开。臭宝，你如果说哈，真的能让它适当的春化一下，它这个花开得很大。很好，真的特别的好，就是你剪了它一样能开，就开的没那么大。它对有些花来说这么大就已经很大了，明白吗？那有的话说，老王，你大棚里边如何如何，你知道啊？我在云南那边养绣球啊，我知道的一些个同行怎么操作的，是拿了我们的一些春花苗，你比方说他在我们这边立冬的时候就把这个苗子，就是这些个都已经具备开花的能力了，现在你也可以买，买回去以后在家里边室内温度合适它也能开。然后呢，他们基本上都等我们春化好了，不会在极寒的温度给它冻伤之前，他请到棚里面正常让它去开花了。这样你能听懂吗，臭宝？所以说开得很大。你如果说不做春化的，人家开的那个很大的那个呢，他也是怎么着呢？保留有限的花朵。你比方说这一盆上面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我们这个明年至少要开6到8朵，那他就保留2朵，他肯定也大呀，懂了吗？所以说养花这个事呢，它不是绝对的，就老花一会给大家分享很多有用的知识，就是你要学会适应自己的一个运用，就像书本上面有很多的这个知识，对吧？但是学校里面教的那些不适应于社会呀，明白了吗？就是我教给你那些不一定适应于你们家里边呀，因为我在山东啊，我只是讲我们这个，让你们去见识更多的养花不一样的那种环境养出来的效果，以及我们的一个针对策略。它不一定是按照每家每户去打造的，所以说臭宝啊，多多的感悟。你真的喜欢养花的话，你就记得点个关注，老花一会每天给大家分享很多有用的养花知识。我是老花一，养花正正一，拜了臭宝，嗨，嘿嘿嘿嘿。